你好，我是嘉官商局啤酒指挥中心的秦官。防疫期间，你若是感觉人不爽快，或者是怀疑你家己得到 COVID-19 的镜头，请你一定爱打1922呼吸专线，还是19专线。消防人员亲自粉墨登场，拍摄防疫宣导短片，为服务南部民众，全程以台语发音。我感觉真好啊，因为这个想法，有的人虽然讲一个人看有，但是晚上。年纪越大，有时他会伊会袂记住，但是你若是常常在播放，吼、哦，伊就会加深伊的记忆力。嘿，感恩咱的迄落政府遮尔啊关怀啦，关怀遮安尼百姓吼，啊会迄落讲吼。心态啦。嘉义县65岁老年人口就占了约20%，透过他们听得懂的语言，帮助掌控疫情。有咱照顾咱在地这个 COVID-19 吼。这个报案的定数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在咱这个报案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爱问这个旅游署，有啥物状况，一定爱甲阮消防人员讲，报你嘛报咱消防人员嘛报大家。嘉义县消防局提醒民众，如果有症状时，请尽速就医，确实说明足迹，才能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。大新闻嘉义综合报道。